The danger gets me high. Can't help myself. I can't tell. I love the smell of gasoline. 也没有，我最近就在帮护心阿姨打理一下，然后还有林总监那边设计工作。林总五分五分？嗯。哎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跟他就是正常的同事关系，我就是在他手下打工而已，我们没什么。我说有误会吗？我还不至于在乎他呢。真的？谢谢。你如果想接工作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是蓝海集团不够大呀，还是你设计部的工作不够你做？ 明天，我会让第一设计师的事展联系你。还说没有吃醋，严先生啊，你真的是亚洲醋王。